什么机缘下遇到玩玩这神人存在？就是有一次有一个那个观众在我聊天室，有人说他收藏90%哦，还是怎样？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就大概六七十趴，客长60-70%啦。然后比较顶的像光头啊100%那些，可能就80%紧绷了啦。然后就有一个聊天室观众说，那个有一个恶魔伺服器的有一个那个什么90%收藏。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干怎么可能？连韩国那种最顶的那种100%机体。都才80%而已，怎么可能台湾人90%？你在胡乱吧？我那时候觉得就是有那种胡乱嘴，结果后来就有人寄信给我，然后照片传给我看，然后说他真的90%，然后我就认识了。那个时候第一时间听到不相信啊，觉得怎么可能花那么多下去搞？真的啊，人外有人，是我们自己眼界太小。台湾100%。就听这个洞加9水晶匕首，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黄光，九，有，我就说我有感觉，毕业，100%，台湾100%，毕业啦！今天直接帮他把最后一个洞2把加9点出来，什么韩国有100%？温台湾马屋啊，最后一个洞99.78%，他说他点了50张布，100都没有。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449/449，台服第一个收藏品100%的玩家吧。韩国听说有了啦，差几天吧。娃娃变身也是100%，掉一所的要失业了，没钱赚了，要供攀案的没得供了。好，各位观众，今天的重点来了，世界第一78级，超越100%。In Demon World, where Toki and Lee Moonju have settled, a race to become the first to reach level 80 is heating up. After reclaiming the title of the highest ranking from Gwen Yue of Taiwan on July 7, Toki has maintained the title as number 1 by wide area herd hunting.그거외에는무조건너네들이캐릭이렇게놓고몰이를하라고 However, after transferring to Demon World, Toki has been constantly watched by the Taiwanese group. 어나용룡이하세요용룡이오케이밑에서파벌땡기고있네방해하고있대요야그냥너네들배를시켜야되겠다야가자 The Taiwanese group used various methods to disturb Toki's hunt, such as attacking him while hunting or stealing experience by attacking the monsters together. 야그럼집에서먹고있네 Although Toki complained about the Taiwanese group's constant watch, he also acknowledged their persistence. 쉽지않지저거그렇게누군가의한명을꼬장을그래도지금꽤며칠동안꽤오래하지않았냐쟤아저거진짜쉽지않아요인정할건인정해야지열심히 On the other hand, 11W Wang Zhu of Taiwan took advantage of Toki's slow progress due to the constant pestering and successfully turned the tables by reaching level 78 before anyone else. 世界第一78级 Afterward, the Taiwanese groups gathered in the Tower of Insolence lobby to celebrate 11W Wang Zhu reaching level 78. 庆祝一下，庆祝一下，记录一下，记录一下。这两三个月来一直都是在拼等级啦，找人去乱100%，然后跟法师组一起啊，然后穿加七海贼套，这样子一直烧一直烧，就是为了超过100%。这个努力超级久的，把我们这个台湾第一名的这个宝座拿回来。当初最早是那个关月排名第一嘛，后来被100%超过了嘛，对不对？他当初就是想要超过100%，从一开始啊，他这一只王主在他还没有收法师的时候，是输我大概一级多的哦。法师搞起来之后，然后用法师带着王族这样子练，从那个时候输100%一等多，追到现在100%，他以为等级第二高的是关月，你知道吗？他都没有想过玩玩一直在追他，计划算是成功了。他应该完全没想到啊，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就是没开这只，因为我就想说不要让他知道这一只等级其实很高，就是有在追他。这一段时间没有开这只啊，所以你们一直叫我开这只，我就这个是有苦衷的，你知道吗？而且我们要感谢那个六六，
大家记得那个伊娃伺服器不是有那个什么？那个时候100%来伊娃，然后他们还派那个66来伊娃来乱他嘛，对不对？结果后来最后一天100%他们飞回去恶魔，然后66被丢包在那个伊娃，66后来就开那个蓝蛇，那一只撞出来支佩服，他就开那一只一直在三楼一直乱100%。아미안하다나지금진짜잠을때가아니다커피흘렸어아이번에나사람죽을수도있겠다아니피없어요이백년병은보면때리는거제일들이때리는거맞아요来喽，各位观众，一次六发，
甲吹落，台湾第一金变王子。欸，金变动画会不一样吗？金起来，金起来，砍烂，砍烂，反杀，反杀，碎了，碎了。不用，老板不用点爆装备了，中了中了，啊！台湾第一金变王，还好，哇！神话变身卡片，好帅，哇！神话变身，神话的第一个开始，啊！再看最后一眼，玩完 W 王族，等一下上线就变修罗了。说好对王族有爱呢，啊，已经被这个游戏的设定消磨殆尽了。王族真的太废了，一年了，坚持王族一年，换来的是这种结果，啊，最强的 buff 机器，再见啦，玩完王族。拜拜。